这部电影堪称韩国版的色戒，女主林智妍清凉出镜，把一切尺度都当作常规操作。这天两个家庭聚会，妻子和下属竟然鬼使神差的一起走开，只剩下两个彼此爱慕的对方。小帅终于忍不住表白了，小美的表情却很微妙，既不同意也不拒绝。这天晚上，韩国高级将领举办舞会，国防部长看上了美丽迷人的小美，想邀请她跟自己跳舞。小美逼丈夫赶紧把自己的妻子推出去，为了帮助她脱困，小帅走上舞台大声的唱歌吸引别人目光。国防部长愤怒了，斥责小帅的搅局行为，而此时的小美竟然选择和他跳舞，帮助小帅脱困。接着在洗手间里，两个人终于突破了禁忌，而小帅也迷恋上了小美，为了讨好她，主动找到好朋友学习跳舞。这天两个家庭再次聚会，小美的眼中全是小帅。这次妻子和下属再一次走开，小帅忍不住了，拿起笔写下了在外边约会的纸条，然后快速的递给小美。而此时的妻子也走过来，小美迅速藏好，还要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在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，两人开车来到小树林，此时的小帅再也按捺不住躁动的心。接下来就是一段非常大胆的画面，可惜我没有胆子播放给我的粉丝们，真是罪过罪过。